对，要点这边给你给点话，要教他，这样哦，才会有天气比较难教一点啦，真的。没有，现在文杰的老姐姐以前到现在没有读书，就刚带回来，小时候被文杰小带回去了。以前上个月我是没有办法读这边的啦，读越南语啊，我们教越南语随便。有的老师不敢说呢，很难教他，很难沟通，我才很担心这个呢。我现在在家里要教他，教他简单啊，洗手、吃饭，要洗碗、尿尿，什么都去上厕所。简单，要吃饭。我要现在教他，老师在楼下要教他，要明天要去补习的。